妈呀！哇！哎，这个化妆台是白色的。对，哇！对，哇，好明亮啊！哎呀！哇哦！哇！回家了，我们那个颜色是薄荷绿，好酷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还蛮温馨的，很春天的感觉，又活力又清新。 我感觉很不一样，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要开启了一个新的旅途的这么一种感觉。哟，哇，好空啊，好空，你来就不空了。哇，这是会议间 ，Team Five， 第一次进入到战队间的时候，说实话有那么一点点那个，心凉一截吧。 就是他很专业，很冷静，很克制，很单薄，因为我们是没有队长的，所以是有一点害怕的。欢迎大家来到彩色的荣耀首亿人大会第二季的第二个赛段——战队晋级赛。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各自的战队间。哇！接下来你们将在这里商讨策略。 沟通协作，排兵布阵，与此同时，这里也是你们的创作空间。哇！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如果说就是平时给你一个半小时，你肯定是画得完的，但是这里的一个半小时就会开始抖，手都在抖，但是还是要画完。我觉得对，肯定是要画完。不要紧张。好，来了，我脸出油了吗？已经出了吧？你去给他补个妆吧。 好美呀，小雨老师，好美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我们争取拿第一，好不好？我不希望你们有任何一个人走，一定要给周姐争脸，就是第一，你给她拿起，就是第一。Hello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要干嘛？这是山歌，为什么项羽又是一个要死不活的样子？ 杜总，Hello，云宝宝，我实在是过不去了。虽然我也很想跟着我们的团队一起成长，只能麻烦杜总来帮我这个忙了。对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因为前面的话我没有参与嘛，所以我还是想得到你的一些帮助吧。好的。如果是这六个人的话，让你排序打分的话，你怎么去排他们呢？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分别是谁呢？ 我想一下，支队的话是谁是王牌队员呢？王牌队员，他们各方面都挺厉害的，女人必须得做出选择啊！一定要排个名儿啊！哎呀，终于做了自己讨厌的人，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今天整个出牌的策略，就是说怎么比，怎么排兵布阵才能赢啊？如果讲一个支队的话，我自己。 个人很想合作的化妆师就是吴玲玲，因为就是她可以把每个风格的妆都能画得很有自己的特色。哦，吴玲玲，老师你坐这儿。我坐这是吧？因为林允的话，她有事情，所以我就帮她来代下班。哦，因为我是代班林允嘛，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全员晋级嘛，所以我就想知道你们来这次节目的想获得什么，就是说目标是什么。 第一名，好，第一名，是吧？我们都有 slogan，slogan 是什么？对，我们来，准备一遍啊，三二一，周冕遇上美妆季，允许我们得第一，好吧？有你那个。
你们还得有一个手势，然后你们得站起来和男团女团，来来来，站起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们那个培训一下，你们俩换一个，男女岔开，今天手势这样，一样的，你的手反了，你的手也反了，好，然后那个最后的那个 ending pose 再摆一个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收敛日上美妆颈，允许我们拿第一。 怎么着已经开始有口号了吗？对方，我们刚刚都在那里给那个周姐的公司拟好职位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拟好职位了。这个很不要脸哦，直接总监。创意部。我是营销总监。我是产品部的。哦，全品部的。然后呢？缺什么我都可以补得上。可以。我是推广部的，调查市场和大众心理的。我最不要脸了，我是我当模特去。 你别说，你还真的可以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品牌更大更强。完美，我们的化妆公司完美已经建成了。现在请你们自行内部讨论，选出一人担任第五战队的队长。我觉得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记名投票。潘老师一票，潘老师两票，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我一定不负众望。加油！行，我们这次可能就是一个鲶鱼效应嘛。我们回来之后，对吧？ 我们也不一定说人人都要中等礼仪，因为我们曾经已经成为了咸鱼了，<笑>对吧？我们就是鲶鱼，我们回来之后，那就是让各个战队有一些活力，或者让各个战队有那么一点危机感，那我觉得我们回来就有意义。嗯，来吧，同志们，再来，加油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接下来将为大家公布第二赛段比赛规则。哎。 规则来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开始了。战队晋级赛将由两场比赛组成，两场比赛后，根据各战队的成绩排名，获得第一名的战队全员晋级，第二、三名的战队各晋级四人，第四、五名的战队各晋级三人。30进20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你们以战队之名，迎来的第一场比赛是。 城市妆容赛，哇哦，城市妆容赛啊，城市妆容赛，城市妆容赛共开榜三个城市赛道，进行赛道内的比拼。每个赛道各队需派两名成员参加，战队成员不得重复出战。三个城市两个人一组，两个人一组，听到哪个城市第一反应你觉得我有灵感，我有信心。 我们就合理分配，应该差不多这意思。接下来为大家公布这三座城市。大熊猫，哎，熊猫会去哪里呢？哦，牛背山，哇，好美啊！